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我们念到第14句，其过大小有数百世，欲求长生者，先须避之。过失大小，有几百种啊，这个40种类，每一种里面，实在讲的都是无量无边。古德说非意而动啊，那就是过。意是应当的。你的思想行为都是不应当的，那就是过失。过失有大小，大的就是罪孽了，小的叫过失。罪过，天地鬼神都见到。诸佛菩萨那看得更清楚。说实在的话，天地鬼神所见的，我们常讲当然只是诸佛菩萨还能够看到所以然之理。你为什么迷惑？你为什么造业？你为什么受报？何以说诸佛菩萨能见到所以然之理呢？大家在无量寿经上读过，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是刚刚往生的、下品下生的，他们的能力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听，他心辨知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你这个人，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那些情况他都了解，所以他知道所以然的道理，累积恶业的积习嘛，累积养成了一个恶习惯嘛，恶习气嘛，不容易改掉啊。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，世间有一些不善之人，业障习气很重，过去生中啊，从恶道中来，还带着有恶道残余的习气。那么像这些道理呀，天地鬼神就未必能看得清楚。阿罗汉他的能力能看一个人五百世，过去五百世他能看到，五百世以前呢，再往上去呢，他就看不到了。所以必须彻底明了，说法才能够契机，才知道用什么方便法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。感应篇在此地讲的也是个原则，原则是一般性的，只要人能够遵守，决定的利益了。在过去，在中国，儒释道这个三教
都是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，也都是多元文化一体的思想，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贡献。三教虽然有别，但是也有它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无论修学哪一个道门，决定是以积德为本，这个是三教公认的。积德从哪里积起呢？从心地上做功夫啊，心地一定要光明磊落。佛家讲，超凡入圣。凡是什么？凡是凡情。我们今天讲情绪，这个情绪是凡情的，也就是说情绪在用事，情绪用事就有过失。我们常讲感情用事，能够把情执放下了，舍弃了，这个人就是圣。圣就是一个明白人，觉悟的人。圣的定义就如此。所以做圣，做个明白人，做个觉悟的人。如果不把情执转变成智慧，你就做不了圣。换一句话是，你永远不会明白，永远不会觉悟。情执从哪里发生的？佛法从理上讲，从你分别执着四相上发生的。四相就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你分别这个四相，执着这个四相，这个是情执的来源啊。因为你分别执着，所以你才会有自私自利，你才会有是非人我，你才会有贪嗔痴慢。不但你的言行造业，起心动念都造业。这前面跟诸位说了一个大概啊，起心动念是意我，你心我心不好啊。佛菩萨觉悟明白了，觉悟的人没有我，没有自己。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尊敬别人。明白人才能做到啊，儒家也是如此啊。明白之后啊，才懂得自卑而尊人。自己谦虚卑下，尊重别人啊。只有迷惑的人啊，才自高自大了。自己抬得很高，没有瞧起别人啊，受不得委屈。受一点点委屈，怀恨在心。
念念不忘，感召不如意的果报。大家都晓得嗔恨堕地狱，所以佛菩萨为什么不住六道？为什么不住十法界？视线在六道里面，人家还是住一真法界。道理在哪里？没有我嘛，没有我才能够背下了。觉悟的人处背下，他快乐，他自在呀。只有迷惑的人才高高在上，这个道理诸位细细去思维，细心的去体会，受用无穷啊。真正了解三世因果，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啊，人与人之间绝对没有占便宜的，也绝对没有吃亏。你占人家的便宜，将来要还债啊，欠命的要还命啊，欠钱的要还钱啊。《红楼梦》里都说欠人眼泪要还人眼泪呀。这个速度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唯有真正觉悟、真正明白的人，他不造业了，他才真正做到随缘度日啊，在随缘里面成就自己的功德，十大愿王讲的随喜功德嘛。功德是什么？信德的流露就是功德。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我们没有办法建立。如果这个观念能够建立，菩萨道就不是个难事情，积功累德了，那是轻而易举之事。什么个观念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这个观念我们没办法建立，而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观念。佛证得清净法身了，法身是什么？法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肯定是自己，绝对没有丝毫疑惑，就是自己，真是自己，这个人就成佛，他证得清净法身，所以他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是为自己服务。还有什么话说？还有什么好执着的？不是为别人，为自己嘛。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啊，宇宙是怎么复杂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怎么复杂。我们身体是宇宙的浓缩，宇宙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扩大，这个里面复杂的状况不增不减，完全相同。
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小宇宙啊，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。华严经上讲的，小大宝，大能包容小，小也包容大，芥子纳须弥，须弥纳芥子，这个才是不思议的境界。诸佛菩萨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帮助一些没有觉悟的众生，就是从这个观念上出发的，从这个观念上建立的。所以法不思议法，人也是不思议人呢。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青莲法师的论观，他在五重玄义里面每一条都加上不思议，很有道理啊。如果他自己没有契入这个境界，这个话他说不出来。他对于事实真相体会到了，认知了，契入这个境界，所以他才能说得出来。我们多了有几成的体会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？这里面有障碍，障碍就是不外乎烦恼障与所知障。烦恼障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所知障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对于学术知识方面的成见，如果是因果上面的成见，那还是属于烦恼障。见思烦恼里面的一类呀，属于知识的，这个叫所知障，自以为是，所以事实真相你就见不到了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用功夫，去一分障碍，你的智慧就往外透一分了。这个障碍怎么去法？我们要明了，这个障碍的除去了，对于这些情执分别逐渐逐渐淡了，不像过去那么严重，一年比一年淡，一月比一月轻，分别执着就轻了，淡了，这个就是分分
离开了。菩萨51个阶级，净土四土三辈九品，都是这个样子。烦恼习气少一分，你的品位就增高一层。到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，你就圆满成佛了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那就是他的烦恼啊。所以他还得不到圆满啊，他的功德还没有成就啊，没有就近成就，必须舍得干干净净啊，这个才是就近圆满的成就。所以我们要舍，要放下。如果不肯放下，那就是累积罪业。放下，你就是积功累德。为什么放不下？事实真相没搞清楚，把这些假的当作真的。这是你看错了，想错了，所以你才会做错，你才会招致恶报。可是放下跟看破是相辅相成的，你能够放下一些，你就多看清楚一分，能多看清楚一分呢，你就又能够多放下一些。换一句话说，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成佛道，就是看破放下，相辅相成啊。六波罗蜜里面般若波罗蜜是看破，其余的五度都是放下。你们想想对不对？布施放下贪心呐，持戒放下恶念呐，忍辱放下嗔恚，放下嫉妒啊。精进放下懈怠懒惰，禅定放下散乱了，通通是放下了。般若是明了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六波罗蜜归纳起来，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吧。我们要真干，这些经论名相绝对不是念念就算了，念念就过去了，那怎么行啊？你真看破了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真放下了，你的罪过就没有了。那能不长生？长生是无量寿啊。所以要求长生，要求佛报，一定从心地上求，心生万物啊。佛经上说心生则种种法生。前面我们也读过
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法叫内学。内里面圆满了，外面境界就顺心了。所以说，心想事成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决定正确。你想恶，恶的事情成；你想善，善的事情成；你想佛，佛成了。你想贪嗔痴慢，三恶道成了，心想事成。你想贪，魔鬼成了；想嗔恚嫉妒，地狱成了。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想出来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呢，就变现出这个境界。既然是这么一回事情，为什么不想佛呢？为什么想别人呢？想佛就做佛，心想佛，口称佛，身做佛做的事情，口说佛的言语。这个人就成佛了吗？所以我们要想做佛，经不能不读啊。经要不读，就胡思乱想了吧。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与佛的经教完全相应。起心动念想的是佛在经典上所讲的道理，所说的教训，所说的境界，想这个，这是我劝大家了，把无量寿经念3000遍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你经不熟，你想什么？你没有法子想啊。首先要把经念熟，念得会背，背得很熟，起心动念，这个经里面的理论境界完全可以现前。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我教大家的。信不信由你啊。有人相信他这么做，他得好处了，他很欢喜来告诉我，告诉我我也欢喜。我为他欢喜。不肯接受的，不肯干的，我看到也欢喜。为什么呢？他心想事成嘛。虚空法界就是这么回事情吧。这一生不能得度，总算是种了善根。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得度的因缘，有个得度的种子，也好。只是得度不在这一生罢了。李老师以前讲的，还要长劫轮回，还要受很多苦难。所以我们真正相信，真正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呢，就把这个事情办了了。这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